霄白沙屯共天宫凌晨0:25举行开炉仪式，揭开神房红布幔，成为进香回銮安座后的重头戏。上千信众涌进庙里，把庙挤得水泄不通，热闹滚滚，还有人远道而来。啊，你住对位？台北。看到妈祖宝啊，哈，你就是圣眼，想要来讲什么？平安就好。有难得这个机会了。你特地请假来的？嗯，没有到里面，因为人超多，然后我们就是从头到尾，我们都一直站在门口。开炉除了先布幔，妈祖展圣颜，香客们也把自家的敬香旗拿来过炉，象征将兵马缴还妈祖。另外再拿大供香回家点燃，则有天香火、星火相传之意。从下午3点开始，就陆续的涌入很多信徒，2-3千人是绝对有。白沙屯妈祖年度盛事吸引2-3千人涌进庙里参拜，从放头旗、敬香再到开炉，画下圆满句点。记者彭志敏、韩志信、王世涵、苗栗采访报道。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